主料：虾皮200克，嫩吊瓜300克，面粉500克。辅料：油、葱、姜、鸡蛋一个，胡椒粉、盐、胡萝卜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洗好吊瓜，面里打入一个鸡蛋，加入少许盐，然后用温水把面揉成不软不硬的面团备用。把吊瓜刨成丝，然后放入一勺盐腌一下，去水分出来。拿一块干净的布，把腌过的瓜丝放入干净的布里挤干水分，然后把洗好的虾皮放入瓜丝里，把葱姜剁碎，把胡萝卜刨成丝，吊瓜丝里入葱姜胡萝卜丝，油拌匀，把面搓圆，切成小剂，撒上面粉，按点擀成圆的薄皮，拿一个皮放入馅，沿着边对折捏好，锅中放入水，烧开下入饺子后，用勺粉轻轻地动一动，等饺子浮上来就熟了。烹饪技巧：馅里放多了虾皮就不要放盐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